昨天我们在沙漠里遭遇沙尘暴，在沿途当中发现了绿洲，利用简易的蒸馏法喝上了淡水，收集了一些蚂蚱，度过了一个还算舒服的夜晚。今天我决定在绿洲里好好的补充一下，争取能够吃上一顿大餐。我打算搞一根树枝尝试一下沙漠茶鱼。小时候爷爷对我说，有水的地方就有。半天